意思吗？其实的太美了，留着给明天回家给他看。75公斤级，75公斤级运动员，现在正在称重。只拍脸，我只看他脸。小林好发型，不是笑死了。比赛的时候拍，比赛的时候我能比赛的时候，比赛的时候我能出去。Thank you.
OK， 好了，好，好了。我拿，是我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多少？这张太帅了。哈哈哈哈哈。95。老公，我拿了。你的吗？来，照片啊！我相机电要没了，我叫你带过来的，搞了要死，照相机的电要没了。明哥，充怎么充了？人也没有，还充了。可以吗？这儿照完了，照完了，往外。来，这是路啊！来，稍等，我推一下。来，照完了，往外。我现在在场地上。啊，你进来吧，你进来吧，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在那个靠那个台主持台那里。我现在在过来。那刘一飞呢？他的这么多东西都没有了。去拍照片了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刘一飞在，我看到他了。好的，好的，等一下吧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吧。走走走，带你拍照片。刘伟说带你。给我，这是我的。等会儿我帮那个拍。我看谁拍，看谁拍。我背过来的。干嘛？现在很辛苦，累了。是吧？几多啊？七十几啊？点的？点？点？我猜有点吧。有。不是，是变形金刚的，它是从脚趾剪到现在，啊，从脚趾，不是，从脚趾，从脚趾，就八个小时以内，八个小时。抽多少啊？我三八十。来来来。多少？75。大平姐，走了。不是你这个，你按了以后啊，你还等着。这怎么搞？你不能一下子按了。走。走。他们原来能快到的，我们快到哪一个？好多的人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地方？每个地方强，他在练。赢了。这前后应该是。如果说我要按着他，头太丑了，头咋太丑了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才更丑啊！对啊。我生活习惯很不好，每天上午到早上睡觉，下午起床，一顿馒头吃，吃点油条，可能一天吃两顿。在找什么东西？你打多少啊？一般正常。你打多少？75还是八十？75。我下面差不多。行，看到没？进来。Just 过来，看另外小孩儿。你好紧啊！他这个比你这个要紧的，接的。
们都有体验。肯定有的，都是他前方都不一样的，都是不能讲。小娟，我看到照片，过来。啊，在这里 ，F 清一下啊。追过来，追过来。车王 ，Hello。这个速度要快，很多，啊，40分之一就差不多了。谢谢。刚才10多秒，10多分之一吧，很慢。啊，谢谢。你试一下，看一下，先试一下。你不是这个吗？标准线，标准线，看谁知道什么？来，开工。你来了，你不去抽签啊？你干嘛去？啊，票，我不中嘞，行啊，不中有，不中有票是好的。这不需要去那边吗？好。这一句话也是说他八十。是啊，七十五的，七十五国民节还有没有运动员？好，行。行啊，什么眼神走行吗？打好了，啊，好行，好的好的。金哥，金哥，王，来我们要带一个，来来来，自然战略就行，欧气，来来，欧气。王是哪个字吗？这不是他的吗？看到，对，晒出来了。你要看着吗？现在，那没水就涂了。这个就是紫外线的那种。啊。好看了。这啥？你来。金哥，来这个。谢谢谢谢。不是我叫新哥，他会带进来。你看，出门在外嘴巴也大，不停就好了，是吧？心机，我比他大嘛，我叫他新哥，没办法，你说这个情境叫叫三遍了。他们现在国内运动员有没有？今年是80，不要100。75国内运动员。75公斤的运动员还有没有没有称体重的？75公斤的运动员，80公斤的运动员做准备，80公斤的运动员做准备。新建档75不知道了。好，80公斤级运动员做好。